西爷爷您好，我叫袁玉轩，今年11岁，家住陕西省咸阳市秦东区沈阳寨村，电话153-190-28450。我家土地被强占10几年了，分文不给，找政府也未果。幸好我家还有门面房，房子也可以出租，妈妈在做些生意，日子过得也挺红火。可是2010年10月，我村又开始拆迁，当地不按国家制定的拆迁条例补偿，就一房卖5000元一平方，可给我们一二层800元一平方，三四层400元一平方，还让我家在空白协议上签字。我爸妈不同意，去法院告，找政府、信访局、省纪委、北京信访局都是推来推去，没有人解决问题。2012年6月12日，法院、政府、公安局、社会闲杂人等几百人将我家门撬开，家人抬出，将房子强拆了，东西全部埋在地下。快8年了，我们失去了土地，失去了房屋，全家人流浪在外，无家可归。喜爷爷，您说咱们是法治国家，可我们告了8年，爸妈也跑断了腿，问题还得不到解决，请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转发。